吃了才上的呢。对。你要不要跟我们一起回去吧？钱都没有吧？两千块钱，我去烧。我跟我哥他们一起回去好了吗？啊。我跟我哥他们一起回去好了。不方便的话就算了。而且我还有农产品在那儿呢。没事，我的意思就是，你看嘛，你们才几个人在这里，你看，而且又不熟悉，我觉得这里也不安全，我觉得你还是要和我们一起回去吧。还好，没事，你放心嘛，我跟他们一起回去就可以了。确定啊？嗯。确定啊？嗯。那我问一下直播间的家人们。家人们，你们说一起回去还是我自己回去呀？一起回的话，你们扣个一吧。如果说我一个人回的话，那你们扣个二，我听你们的。我看一下他们扣的一人多的话，那我觉得你还是要跟我们一起回去吧。哦，等一下，我们经理，你等一下，老表，你等一下。你知道现在扣一的人有多少吗？有多少？他们都是扣一的，现在都有300个人扣一了。可是我们还要再待会儿才回去，我怕你等不及呀、我怕你有事儿，我觉得不要再耽搁你了，是吧？你哥，你去哪里了？不是，我们两三个月没见了，家人们叫我们。就是因为我也是路过这里嘛，他在这个藏区这边，所以我今天我也经过这里嘛，然后就顺便来看一下他嘛。现在有400个人扣一了，他们都说你和我一起回去。那你还有没有其他事情吗？我可能还要一会儿。一会儿是什么意思？就等一下吗？对呀。你还有几天能回去吗？4-5天。你在这里干嘛吗？就是挖虫草。对呀、一天能挣多少吗？好的时候300-400，不好的时候100也有。哎，你就不要问我这个问题啦。哦，我还以为你是要问我什么时候下山，你说是回家是不是？嗯。回家的话呢，肯定还4-5天，下山的话也要等一会儿，我那边还有好多东西没收拾呢。你今天就要回家了是不是？嗯。你今天就要回家了。对呀、那我可能没办法回去。那好吧，那走，先下去吧。嗯。老表在下面等我们呢。你这几个月在干嘛呀？那干嘛呀？就该干嘛干嘛喽。干嘛干嘛是什么意思？就是我平时在干嘛就是在干嘛，每天去搞一搞农产品，或者说是去干干农活。那农产品的话，你如果说你回去了，我也可以，因为我也现在没事做，我也可以帮你啊，帮你销售啊，也可以帮你做生意啊。不用不用，没事，我自己来就好了，对不对？家人们，你们说对不对？不用了，真的不用了，你自己的事情本来就够多了，好吧？就不，我现在没有什么事情，真的，我就觉得就是你看你，因为今天还好，家人们，真的今天你看今天还出来个大阳，就是。对不对？这么大的太阳，如果说像平时一样的话，就是你看，就是这里很冷的。还好。那你呢？那你不听我的，那你听不清直播间的家人们的话吗？听呀。听呀。那我问一下，家人们，你们支不支持我把佳薇带回去？支持的话，你们打个支持。让我过来，我过来找钱了，你把我带回去。
那你勤点真是。不是你主要是不会回去、啊。你最主要是你今天一天挣几百块钱，而且还这么辛苦的，对不对？几百块一天，几百块钱，你觉得才几百块吗？很多了呀，我在这里找个一个星期、两个星期就回去了。你看，好多人都支持，看到没有？坐坐坐，回去吧。我说了，我还四五天才回去的。行，下去再说吧。那你最近一直都是在这里啊？啊、哦。啊。对呀、啊。那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？什么问题啊？哎，也不好，这样问了也不好，我觉得。什么呀？你有问题你就问呀。哎，不是这，不行。哎，我觉得吧，你看这么远的，你看你从那边跑这么远的，而且你看这里你一个人也不认识，这都是你们只有几个人。嗯，所以还是我觉得要回去吧。可是回去我又能做什么呢？你也知道的，我还不如出来散散心。不是你回去的话，我说了，如果说你需要我的话，我可以。不用不用，你自己的事情本来就已经很多了，我不想再给你添麻烦，好不好？不麻烦呀，真的。而且我现在的这种状态啊，我刚好可以适应，刚好可以适应。真的假的？真的呀。啊。真的呀。你看，把你都晒黑了，看到没有？几天，对不对？你现在还有没有钱吗？没有钱的话，我给你一点。别再说这个话题了，我有。那、啊、我给那个老表吧。你给他干什么呀？啊？你给他干什么？你人傻钱多啊？你不是说你没钱了吗？给钱给钱，我看你是真的。但是自己用的钱肯定是有的呀。嗯。唉，有这里的风其实可以。就坐这里休息一下吧，啊！拿丢回来。急啊！你们俩在说什么呀？没事。你不要不给你倒杯水喝一下吗？哦，好吧，好，谢谢啊，泡。嗯，我们两个带了这个开水上来的。那，再问你看，他们都说和我一起回，就是回去，跟你一起回去。嗯。这样吧。我过去一下。好。老表。嗯。老表。嗯。就是，你给佳薇说一下嘛，我把佳薇带回去嘛。嗯，我跟他说吧，等一下。啊。他跟你一起回去。你看吧，这里，哎呀，我觉得这里太冷了。这里她一个女孩子就不像你们男孩子，我害怕她全部都晒黑完了。对，确实。他还说这几天他说有点那啥，我就把他带过来一起散散心。这种，来，你喝水吧。你先喝吧，你先喝。哎呦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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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，我喝了啊。家人们，你们同不同意吗？我把佳薇带回去了，她说在这里挣钱，但是我觉得这里也挣不了什么钱。你看我挣不了，你啊，这么大的事情，真的海拔太高了。我在这里都是不做事，都是就是晕晕的。对啊，这几天她说她也想自己就是早点，我就。我也不同意他来这边的，但是他一直想自己过来。哦，同意的话，他来了，他来了。干嘛？你怎么了？没事。啊。没事。
有点难吃。这会回去啊？谁说的？啊？谁说的？你要回去？不是，那你什么意思啊？等我。家人们太喘了，对，这边坐。欢迎哥哥姐姐们进到加菲直播间。啊，你们都在说什么？加菲听话，一起回去。一起回去吗，哥哥姐姐们？他说的是回家啊，他说的是回家，不是下山。他说的是回家。下山的话可以一起回，但是回家的话，哥哥姐们，我就不回了吧。你在哪里？那么冷是不是？我在山上，哥哥姐姐们，我在山上。不要回去，在这里。啊，怎么突然都在劝加菲回去啊，哥哥姐们？怎么突然都在劝加菲回去？小心第二次！哎呦，家人们，没事的，没事的。我原本以为就是下山的话，我就跟他一起下山，但是我没想到他说的是回家。什么意思？你看家人们都说一起回家，看到没有？一起回。哎，不是没有别的意思，就是回去嘛，反正。我也听，就是老表说了的，就是什么？没什么。先提的。没什么，没什么。你们两个在说什么？没什么呀。炒个瓜呀、嗯，一起回去是不是？哥姐们，我就算是回去，我也不是我才来几天啊，哥姐们，我才来几天，而且。就是我平时在家里面的时候，我不是给大家分享农产品吗？但是来到这边之后，我是想着我给大家分享一点这边的好东西，但是我现在都还没分享，我就让我回去啊。你在搞怪吗？穿这么厚，家人们，这里雪山啊，有雪 就比较冷，不是姑娘干的活，哥姐们，这就是姑娘干的活呀，也不累，每天就只是找一找那个什么小草苗就可以了，哥姐们。我是想把握好机会啊，嗯，没事。不回去办你的事业是不是啊？我可以自力更生啊，哥姐们可以自力更生。家务啊。你俺们是非常愚蠢的，也不走出来呀。那个铲子落在那儿了。没拿。他说什么？他说那个铲子落在那儿没拿。主要放在楼上一半，我放在一半。哦，那我去拿吧。嗯，你自己去拿呀。那我去拿。没事，我去拿。我去吧。好吧，佳伟你去吧，你去吧。我去吧，我去。大老远过来的，让他坐着去。没事，我去。我自己去。哎。哪里？在就在那上面那个车子那里，那不是有一辆摩托车吗？那里也不远的嘛。好，摩托车有个摩托车吗？我开车。他要不要回去呀、啊，家人们？他要不要回去呀、啊？你注意安全啊！好。哎呀，家人们，真的，他是怎么跟你们说的吗？家人们，他是怎么跟你说？
回哪个人看见运动。哎，老表。哎，为什么过来呢？你过来坐嘛，你过来坐一下嘛，你过来坐一下嘛。我听听话，你管得吧？就是，他是这样的，他那个家里面弟弟妹妹不是还在那里吗？啊。然后，可能就生活费可能有点不够了。然后，我们前几天我们说是过来玩，然后他就说要过来一起。就是我来挖虫草。也不是挖虫草吧，他说。卖点什么也卖点农产品，然后也顺便过来就是体验一下这些，然后我就告诉他也不要过来，他吃，但是他那个家里面他说那个生活费弟弟妹妹的。那卖农产品没有吗？卖了他，但是好像并不是卖得很好吧，因为我感觉这个好像都是你的粉丝呢，加威他自己一个人卖的话有点不太好卖呢。我这两天我昨天看了一下，是吗？然后今天我本来是想着，那他不用卖农产品了，那个他就跟我说，要不我给你，你直接拿给他呀。这样不好，这样佳威他不会同意的。这个本来说是今天我就单纯的我们是来上山看这个雪山嘛。啊，我知道了。他还是在这里卖这个，可能真的有点困难了。他是不是他说的那个农产品都没卖完吗？他是不是没有啊？他就是在卖这个农产品，还有很多呢。嗯，很多，他自己一个人都不好卖吧？应该是这样呀。好，我知道了，谢谢了啊。家人们，你们觉得我要不要帮一下佳威？要的话你们打个要，不要的话你们打个不要，我听你们的。你知道他的就是农产品，他说的就是具体还有多少吗？知不知道？我不知道，但是好像挺多的吧。喂，就是有没有就是有没有四五十斤那种？有没有？不知道，不知道啊。对。要是吧，我就只看见他在卖这个，我不知道有多少的这个。他这个就是他拿来卖的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哦，对啊，这个是这个，就是泥质孢子粉这些泡来喝的。那这些都是很好卖的呀，这个，而且这个又那个呀，就是很好的。我怎么了吗？可能这个你的粉丝标的，他自己一个人的话，不知道这个，问我。哎，我不知道怎么说这个。家人们，我们要不要帮他卖一点？要的话你们扣个一，不要的话你们扣个二。要的话，因为他来的时候，你们等一下就帮我说，就是农产品上链接，你们帮我打一下。我就帮他一下，看能不能卖一点出去嘛，能不能帮助，能不能帮得到他，好不好？但是你等一下他来了，你就不要说啊，你不要说我的门腔喂了你，好不好的吧？好啊，好，你不要说啊，不要说是我们问了你这些什么什么的啊，不然的话他就又不愿意让我们帮忙了。对，家人们，真的，佳威的话，真的他的，哎呀。反正我觉得他这个年纪真的他压力也挺大的吧，因为弟弟妹妹呀，还有啊，我只有我才了解，但是我每次我帮他，他都不愿意让我帮的。这不知道是不是啊？家人们，我怎么说呢？我现在帮不了他什么，